连日来，香港各界持续支持全国人大涉港国安立法，期待相关法律尽快颁布实施，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国安法是必须要做的，而且是我觉得从中央做呢，不要浪费时间，越快越好。国家是非常下决心，要保护香港长期安定繁荣，而且保护香港的社会呢，让老百姓可以呢，很稳定的在香港工作。而且社会呢会经济发展得更好，生活呢不会受到那个不必要的暴动破坏呢，也是人心所归的事情。我们坚定支持和拥护国安立法，坚信港版国安法一定能维护香港长治久安，重振大家对香港美好前景的信心。通过法律来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的惯例，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国家层面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将切实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利。我是坚定的支持中央为香港订立这个港区的国安法。香港在这个修例风波里头呢，你看到很多外国势力的一些干预。如果我们香港不能够在这个国安立法的过程里头呢堵塞这个漏洞的话呢，其实香港就会变成一个颠覆国家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到短短的一个时间里头，2个礼拜，我们就有差不多300万的市民呢签名支持这个国家安全立法，这是民心所向，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意愿。